现在是小勺的脑筋急转弯时间。第一题，小蝴蝶长胖了会变成什么？肯定不是简单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正确答案，发蝴蝶。第二题，狗会汪汪汪，猫会喵喵喵，羊会咩咩咩，那鸡会什么？鸡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正确答案，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第三题，什么动物和植物最像鸡？三、二、一，正确答案，数码相机。